天狗第二款，天狗第二款，干你大胃口，干你大胃口。今天约在早上10:10的时候，哎，我们陵寝按时在9:00来开放，那供国人来瞻仰。那在这个时间点，在10:10的时候，约有20人呢的这个民众啊，在瞻仰之后，拿着浴场的这个油漆啊，在针对陵寝来泼漆啊。所以说，针对这件事情，我们严正的来谴责，这样的一个非理性的行为。那我们当下，我们立刻啊，协请大溪分局3城派出所及桃园宪兵队啊，立刻来了解、收证，依法来办理。